我叫倪夏莲，我是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，现在来了卢森堡已经30多年了，今年50几岁。托米在德国的那个俱乐部做了很多年教练，所以他手下有很多优秀的中国球手。这个多球呢，就是强度比单球要大很多，它的这种速度使我能够跟上国际高水平的速度。这些呢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照片。对，这个是就是我跟这个日本的桥本打的世界上最长的这场球。当时我们的比赛球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我们的国球，红双喜的，上海的，很亲切。我虽然以前是运动员出身，慢慢也是家庭妇女了嘛，你想，所以慢慢也积累一些经验。嗯，他们老外蛮喜欢吃我东西的，我爱人照顾我，我也要照顾他，我们一起变老，非常浪漫。We are old together, very romantic. 上海是养育我的地方。中国队是培养我的地方，把我推到世界顶峰的地方，然后卢森堡他们给我这样一个平台，轻轻松松地享受的比赛过程。我看见两国那么友好，作为我来讲，我是最开心的一个。祝贺中国卢森堡建交50周年。